来喽 ！Let's go！ 我们现在要去葡萄吃圆盘饺子。你老现在在吃早餐？在在肯定吗？坐下来了，小菜来了，这个看。好吃，好吃哦。嗯，它酸酸的。这个就是圆盘饺子。点点脸上都掉出来了。日本煎饺都是咬一面是脆的，一面是软的，然后里面都蔬菜比较多，吃起来很甜。葡萄有很多的饺子店，这里有饺子屋的陈好造起这间店，就是葡萄的圆盘饺子的原主店。其实饺子做完应该是用脆的这面，还是用比较多有用半煎炸的煎炸。TKG 生鸡蛋拌饭。我们已经吃了饺子，现在要去滑水道。走，我们到了。阿罗哈！夏威夷度假村是一个温泉主题乐园，里面有五座温泉乐园与四座饭店。度假村的故事还被拍成了电影《扶桑花女孩》，这里成为了当地最知名的景点。换好衣服喽！现在要去溜滑水道咯，耶！这边可以直接出来，哎，你看那个八字形的，还好，你看它会停下来，就是它一段一段的，有没有？这边停下来了。它这是整个都是室内的，所以不管下雨或者是什么天气，都是可以来玩的。我们现在要去玩跳跳河，走。圈圈，他要自己慢慢的拖下去。你要坐前面哦。好。可是好像巧还要坐前面，我抱着。好啊。好啊，出发！耶！先关了。微笑。耶！还能这样子，耶！很好玩呢。
在这个。听说是这边最长的滑水道哦，这边最长的滑水道。来了，这边，这边。我们到了今晚要住的地方，哇，好美哦！刚刚看的是小鱼，这里有巨大鱼。天哪，哦，真的耶！可以晚上煮来吃。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房间。就是我们住的房间有榻榻米的味道。哦，对啊，榻榻米的香味耶。好漂亮啊，是不是？嗯。玩。这里可以看到那个洞哎。哦，它有各种 size， 然后看自己适合哪一种。这是洗澡，对，这里是洗澡的。然后它的马桶。好了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水可以洗手。对，我要粉色。然后过来这边有一个那个吧台，这里有冰箱，哦，里面还有酒，然后还有饮料。温迪换好雨衣了，现在下去吃饭了。当地的那个乡土料理，然后里面有海胆跟鲍鱼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啊！不用好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这边很高级。里面有寿司，还有汉堡，还有番茄饭。仙桃和火锅牛。拜拜。哎呦，突然一只嘴巴下来了。我们吃饱了，等一下去泡温泉了。我吧，你看我的肚子。哦，这本来就这么大吧？我瘦了吧？我带着我的流浪天涯小包包要出发了。我带着我的流浪天涯小包包。走吧，走喽。我们到了，打开吧。这里面好大哦。男汤在这边，然后女汤在这边。一个造景很美，我刚刚还以为这边是温泉，我刚刚走进来说，这里温泉太开放了吧，我们一起来。对啊，天哪，还好不是。然后那边也有那种家族风雨吧，也小。看来这边是一个休息区，是可以锁一些贵重物品。可爱，你看这个绑头发区，是什么？身体的，放衣服的地方，还有这个是吹头发，洗完之后还可以喝冷水。我已经在楼上洗了澡，所以现在可以先去泡。这边是洗澡的地方哦，这个是冰的，就是你可能温泉泡太热之后上来之后可以冲一下冷水。这里下去是露天风雨，好酷哦！它这样子很长的一个走廊，这样就走，好像真的跑到外面去泡汤了。那边有红红吗？很好，现在我回房间睡觉哦。爸爸，明天拜拜。我们起床了，现在去吃早餐，然后还车回东京。他们在
给我们挥手，然后谢谢我们。到我们的饭店这边走路过来2分钟，就有一间名产店叫做塞起，然后它里面的底饼是这边非常有名的。哦，就在前面。哦，这个就是底饼，它有各种口味的，而且一大早就超多人在抢购了。它是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的人工添加物的。我这样子摸它还是热的，真的是早上现做的。它有红豆、芝麻，还有黄豆粉口味。哦，它是糯米做成的甜糯米团，然后它这是在春分和秋分时候吃的点心。要帮你蒸了，你说吧。好吃，好吃哦。你要吃看看吗？来喂我一口。它很 Q 哎，它是咸咸甜甜的。我一直看它的那个样子，我本来会想说它很甜，可是它是咸咸甜甜的，真的不错哈。有没有意想不到的感觉？对，它不会很甜的。对啊，就是意想不到的口感，因为咬起来有味道，拌的颗粒，然后它芝麻的味道很浓很香。那我们再来吃黄豆粉的，红豆粉的有菜。它一样不会太甜，但黄豆的粉的味道很香。嗯，红豆应该会是里面比较甜的，我猜。吃看看。它也没破。嗯，太好了。我要吃。这个比较甜。它虽然甜，可是它的馅料还是有加一点盐，所以让你吃起来不会觉得太腻。大家都买超多的耶。我们已经在还车的地方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坐电车回去东京，已经上车了。我们已经回来了，我觉得超好玩的。东北旅游还有上集哦，没有看到这里的链接可以去看。有狐狸超可爱的，可以像这样抱着狐狸哦。如果你们想想去日本的话，也可以去东北玩哦。那我们再见，拜拜。Go！ 他要走了，他很活泼。在你后面，在你后面！啊，他打架！我的恋情要公开吗？消息。